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真相越查越不明。改编自德国经典文本《三遍式歌剧》，这是一新戏剧团新编歌仔戏 Mickey 蔡共梅，青春活泼形象为台湾传统的歌仔戏带来耳目一新的跨界新魅力。华灯初上，由文策院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合作，在戏曲中心举行台湾创意戏曲之夜，把台湾在地戏剧融入西方经典文本。现场座无虚席，包括文化部次长萧中煌、科技部次长谢达斌、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董事长等贵宾出席外，又来自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10国的驻台使节，共同欣赏传统当代有趣对话。歌仔戏呢，是台湾土生土长的一个剧种。那我们多年来一直在尝试着在传统跟创新之间做一个跨领域的一个结合。台湾歌仔戏本来就有台湾 Nice Opera 之称，以精彩紧凑的故事内容结合念诗唱曲，上演老少咸宜的剧码，是台湾特有的文化内容。创意内容大会里面，然后用一个传统戏曲，然后让大家来见证台湾传统戏曲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大家欣赏的一个尝试。把传统的戏剧艺术程式与技术手段进行创新，不仅延续文化产业价值，更能扎根永续流传。